現代社會女性的生育年齡越來越遲，而原本用於造福癌症患者的冷凍卵子技術就吸引了一些可能需要延遲生育的單身女性關注，希望在年輕的時候冷凍較為健康的卵子，留待日後找到伴侶的時候可以使用。冷凍卵子技術和人工受孕適合哪些女性呢？當中又有些什麼要注意呢？星期五晚9:50有6分鐘見證實錄會和大家一起了解。